吃的了。你站着过来，站着，站着。干啥呀？手抬起来。啊？手抬起来。干啥呀？抬手检查。抬手。抬高点。再高点。别闹啊！我浑身全痒痒，哎呀！不笑，不笑，别这么整，你换下一项，你就收收身得了。鞋脱了。啊？鞋脱了。脱鞋干啥呀？鞋底太厚，怕有夹层。脱鞋。就有个内增高。哎呀，穿上吧。啊，这味儿太大。身份证，身份证，干啥呀？我实名制买的票，要能进来吗？对，还有车票。完了，大哥，别闹了，前面刷刷往里进，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，又身份证，又检票的，干啥呀？你能不能不喊？能不能不喊？注意点素质，大伙都瞅着呢。吓唬谁呢？公共场所，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、啊！那长那么磕碜，还老吵着把我是你家显眼了，我还用你家 WiFi 了，干啥呀？告诉你啊，闭眼事儿啊，闭眼事儿，听见没有？身份证，看看，来。真事儿真多，哎我的妈！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，给。哎，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？咋的了？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？啥职业呀？织毛衣。哎呀，我的名我姓织，叫织毛衣。我妈为了给我温暖，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。这名起的还织毛衣，那你哥叫织毛裤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姐叫织围脖嘛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家长也太有才了。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，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啊！还起球呢，巴掌还得起静电呢，咔咔的。我说行不行啊？过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走吧。你别看我长得小，走吧。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，走吧。哎呦。哎呀，谁呀？烦你！那什么，我感冒了，你注点意啊，注点意。我知道了，我挺注意你的。老妹儿啊，你恶心不？亲呐、啊，你欠削啊！不是，我想告诉你，这火山太大。对呀，林子大了，啥鸟都有，有喜鹊，有乌鸦，还有老鹰，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，对不对？车站好声音呢，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，对不对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姐，我看你睡着了。我想勾引你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想指引你。听着没，你听着没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。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，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、啊、能没点防范措施吗？看看这是啥。哎呀哎呀妈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啥也干不见了。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，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哎呀，姐啪，真厉害。亲，你咋样？我挺好。看着没，就这个类型耍流氓，大张旗鼓的，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。我帮你揍他去。用不着，
煤炭姐都已经把它摆平了吗？坐。其实，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。震到什么？耳朵。什么玩意儿？耳朵眼子。啊，姐，你放心，你没有震到。哎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叫姐多老土啊！现在都叫亲。亲，我们都是好朋友了，那我们加一下微信，摇一摇啊。哎，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，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，我喜欢这个。还是文艺青年。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，哥喜欢用狂草。狂了，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。哎，你是大夫吧？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。亲，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，又聊得来，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。赶时间。那好吧，一定要记住铃铃哦。铃哒铃哒铃哒铃。林达林达啦啦啦，眼病儿！哎呀妈，这眼睛给我喷的！你们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，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！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？要我说你呀，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！瞅你长那个样儿，他就带挨喷的样儿。哎，刚才喷我那姐呢？喂，喂，啊！一听哈，眼睛喷了，看不清人啊！那20000块钱呢，在我兜揣着呢。没事，丢不了，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。咱家不差钱儿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行，我躺着，我迷糊一会儿，有点困。好了，再见。哎呀，钱就在这个兜了。迷糊一会儿，哎，就在这个兜了。钱，小偷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哎呀妈呀，别动！哎，小偷，松开我！哎，小偷，松开我！小偷，你松开！小偷。你抓小偷！哎呀，你个耍流氓！抓小偷！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怎么回事？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怎么回事？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怎么回事？别问怎么回事，赶紧整啊！放手！哎呀，对，不是，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，我让你对象。不是，我刚才跟你说啥了？让你不让惹事儿，不惹事儿。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？不是，小偷，他偷你啥了？偷你啥了？哎呀，姐呀，他没偷我啥。你看看你啥丢了？我啥也没丢。手机？我手机在我这儿。在哪呢？这啥？这当啷当啷。亲。嗯、哎。我手机呢？你手机在他那儿呢。你还我手机！我手机。我没有。你有，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。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。哎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吗？你看看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还能插进去，我还能拔开，就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刚才你说你没有啊？对，我说你没有的。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。就你那小样的，一开始吧，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，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。我奔你手机干啥呀？哎呀。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？亲，你什么想法？嗯，太过分了！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，对不？哎呀，姐，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？你说，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，我拿手机，我不拿你呀？哎，哎呀！
哎呀，你不光长得磕碜，你说话也难听。怎么样，让我给炸出来了吧？来，跟我上派出所啊！哎，是，别动，送派出所的，你得我送啊。给你个赞。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，我们的世界就好了。哎呀，就完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不对，有点懵。你懵就对了，我清醒啊。哎呀妈呀，大哥你低了你呀、啊，你英明啊你呀、啊。姐，你看咱捋一下子啊，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。你想啊，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，我抱他腿干啥呀？你想啥呀？明摆就他偷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原来是你。对，他想跟我抢你。哎呀，哎，住手！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？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对呀、啊，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？我和这手机是缘。他配！我操！站住！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！我鸡巴！里面有违法！站住！凭我的微信！还我手机！最重要的，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。走你！多狡猾！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，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。找对象呢，还我手机，还我手机。哎呀，你哭啥呀？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，就不能用了。找你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一猜就是你呀。来，看看啊，我来，快，就是他。原来是你们看没看着啊？哎，看没看着？他们以貌取人呢。就是他，该活该。走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走，轻点。禽兽，别打我脑瓜子！你栽赃嫁祸，对，不是好人。对，说，你是车站好声音，姐都为你转身了。我长得就惹事儿啊，差事儿。哎呀，听着真得劲儿，亲姐呀。把姐去掉，叫亲。一阵阵暴雨从狂风吹过。